请观赏台。客气啦，反正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这以后啊就变成一家人了，客气什么嘛，自己人哦。嗯，一家人啊，难道你们没有发觉到我跟你爸爸最近啊越走越近了？哎呀，啊，你该不会是看上我老爸？嗯，你爸有什么不好啊？又成熟稳重又有幽默感的，我最喜欢的他就是有大男人的味道。只有大男人的肩膀啊，才会给我们女人有十足的安全感，可以依靠啊。你跟我老爸好的依靠哦。嗯，是啊，只要你爸爸的肩膀啊给我依靠呢，那我的肩膀就给你们依靠，以后咱们大家就互相依靠，怎么样？哦，哎，我跟个头。啊，阿爸，你阿妈是真正咧跟恁讲啊？恁三个哦，莫听迄个三八的哦，都爱乱笑话啦。阿爸，杨阿姨哦，真是你甲阮讲的呢。啊，是啊，阿爸，阮无骗你啦。你怎不相信呢？你可以去把那个杨阿姨找过来问问看就知道了。无啦，我即摆唔是讲哦，唔相信杨议员安尼讲，我是叫你哦，唔通相信讲阿爸的肩胛头会扭出来互骗啦。我甲你讲，伊讲要骗就要骗哦，啊，当作我的肩胛头是啥？火车头哦，凊彩来拢会使骗的。阿爸。你外人可能唔知影啦，俺讲啥的吼，足了解你。恁两个肩胛头，哪有可能无红片？红片过这并无重要，上重要就是讲吼，我即卖肩胛头还阁无想要扭出来，互你杨议员骗。哦，阿爸，那你打算空下来给谁靠啊？该不会是妈妈？啊？哦，阿爸，卡出你脑这款想法吼，我是劝你较早死心哦。我当然嘛是死心嘛，我已经早就把恶丧哦扭出来，我相信平安啦。哦，那对了，阿爸，国秀还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礼拜天啊，叫我们去吃艾将军跟我妈的喜酒。啊，这么紧哦？本来哦，我顶两天就想要跟你讲啊，我想啊，你敢跟你讲，让你加有一个，我想我今仔再跟你讲。哼，这个艾将军哦，有影真是唔捌礼数。都两个已经要结婚了，敢惊我知上？无你嘛放一个贴仔给我，敢过到即摆还惊我讲去甲恶丧抢啦？不是安尼啦，阿爸，人干妈伊是无讲吼，按说要甲足侪人讲，敢请几个好朋友吼，啊去厝里食一顿啊饭就好啊啦。哦，安尼也是好啦。哎，还是讲艾将军哦，
录这恶丧哦，那录较真辛苦啦。啊，这恶丧哦，应该都爱吼，答应爱将军哦，嫁互伊，两个做一下老伴。老实讲哦，嫁互这爱将军哦，比嫁互这廖秘书哦，还佫较好啦。阿爸，其实你心肝内佮咧想讲，阮妈妈哦，应该是嫁互你才对，对吧？你这个查某囡仔唔知咧想啥，乌白想咧，阿爸是君子咧，我要哪有可能安尼做啦？也毋过真实讲的啦，我若真实要甲爱将军相亲哦，今仔日哦，恶丧无着甲爱将军的份啦。你敢若看到好啦？一个杨议员哦，三百三百多，什么型的？恁家己目睭拢紧紧拢有看的啦，唔是讲我咧臭味的啦。老翁老头毛拢白哦，你看妈咧，体格哦保养了还佫袂歹啦，无像迄鸟咪状咧大巴肚龟啦。哎呦，敢会好孤独哩哦？唔是讲我啥，我若一个出门哦，目尾安尼小啊顺一个哦。哎呦喂，唔知偌济查某，大家拢粉贴咧，粉贴。无、欸，有啊，哎、欸，两个走走。阿伯的故事因听足侪遍，所以他们自己去忙。唔是啦，迄是顶半集的啦，我下半集的新的还袂讲的啦，阿连敢捧场都唔敢。实在话，哎，好啊，哎，讲讲讲，人讲听才是本事，还是你哦、喔、较捧阿伯的。嘿嘿嘿，唔是啦，阿伯，哈，我是脚较无方便。对啦，我知了。佩服你，佩服我什么？能屈能伸啊！啊，其实哦，每一个人啊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，啊，熬过去就好啦。陛下，你看这个丽雪阿姨跟阿成，能熬得过这一关吗？我不知道阿成伊即卖病情到底是安怎。我已经知会过陈医师了，要他好好的替阿成做检查，等这个检查报告出来的话，他会马上告诉我。阿丽的朋友哦，收费贵不贵啊？不会的，他人很好的。我有跟他讲说，如果说阿成的医药费啊，千万不要跟他算，到时候跟我算就好。结果他就笑一笑说：“你放心啦，到时候啊，他绝对不会跟阿成收一毛钱的。”阿丽就好啊，阿希望讲哦，阿成会较紧好起来。阿老婆，你叫阿姨怎么办？你呀、啊，就只会替别人想。我还在烦恼说这个礼拜天，我妈跟艾将军这个婚礼啊，这个贺礼我们怎么送？我还真的烦恼。你要放上这啦，叫我进来，放起来就进。不行啦，这是丽菊阿姨跟阿成送给你做纪念的。人家的心意你要留下来才行。啊，无送这手指，啊，咱若无量上钱，要安怎？没关系，反正还有时间嘛，我再来想办法就好。你买了些什么东西回来啊？哦，没有买什么东西。买了一个被套，一个新的床单，两个枕头套。我就说嘛，这些东西家里都有了，叫他别买，他还是不听。妈，再怎么说你们也是结婚啊，这些必备的东西啊，怎么可以省呢？你看，就是吧。这结婚这两个字啊，我到现在都还不能接受呢，是你们在说的而已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妈，撕下来呀！妈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我已经很难为情的了，可以不要的就尽量不要吧。妈，你不知道。其实，在美国嫁个两三次，这是很平常的嘛。对呀、啊，温才还看过啊，年纪比你大的人嫁第四次呢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，在国外啊是无奇不有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是传统的中国人嘛，你们可别拿我去跟外国人比呀、啊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哎，陈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是你啊，恭喜啊！哎呀，有影有影，人咧讲哦，嘿，什么人逢喜事啊，精神咧爽哦，有影咧，今日特别看个，特别水啊。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年轻的时候，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更漂亮哦。好了好了，坐坐。好好好
有影啦，我知啦。当学生少年的时阵哦，你就咧孝顺伊啊，当孝顺这么久啊，伊袂较欠顾你的嘛？一定会啦！我年轻的时候对团长夫人可是非常的尊敬啊，一点遐想都没有。这十几年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是上天的安排。你哦，就是太过避暑了，甲今麦要叫团长夫人，咱两个要结婚啊，要做阿公阿婆啊，莫叫遐尼清楚啦。我什么啦？爱叫伊的名叫翠翠啦。你若唔叫，我推你叫。Q 三，我跟爱国只是觉得找个老伴互相依靠而已，你可别想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没了没了，我可不能像你啊，娶两三个老婆还面不改色的，也不怕人家见笑。嗯，那这哪有什么好见笑？那自古以来吼，查甫人有三妻四妾哦，这平常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查甫人若有再条，娶三个四个拢还要紧，还要紧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些人有本事呢，是可以娶三四个老婆，可是呢，就是没有本事看好老婆。啊，嘿嘿，无啦，将军啊，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莫想会摇摆呢，那是讲我放弃哦，无要跟你三子呢。要那无我上，今仔要嫁什么人哦？大家也唔知影嘞哦。哎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我得谢谢你相让了，成全我这一段姻缘喽。当然嘛，你啊感谢我啊，你讲，啊是讲话你更高哦。以后你要对我上较好，啊那无我头一个哦，全力生效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的，绝对不会让他跑掉。哎，小军啊，跑掉就两年卖讲啦，无讲你也死掉了。大家都这样，怎么样？来来坐坐坐坐坐。你也在？什么？我在什么意思嘛？我在是安怎？碍着你的偏笑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那咱两个比起来，这个所在哦，我比你哦较受欢迎的啦。你妈安尼哦，有代志要来拜托我上哦，才来这行大啦，安尼太过现实啦。你讲的是什么话？十多年来是谁在为我嫂子拼命的？郭总的工作是谁留的啊？郭强的人是谁找的啊？通通都是我啊！啊，我为了嫂子，我卖面子靠关系，我只是送礼啊，这不止送一两次，我送了十多年呢。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啊？好，我听你的姓三哥嘞，你讲上内上十几年，啊，我上三年嘞，你拢无讲啊？啊，卖多安尼假啊啦！现在讲你为了咧拍拼，要退恶上哦，调查因后生下落，另外还佫有目的啦。我呐，我问你啦。这几年来，我为了阮后生变不难下落，我嘛咧真骨力咧调查，我嘛要甲你拜托过。结果咧，这几年来，你有调查接班阿后生无？吼，我上因母仔囝会使团圆，阮爸仔囝就袂使团圆哦。啊，两位都是老邻居、老朋友了，干嘛要抬杠嘛？唔是我爱跟冤家啦，你看咱死人面哦，足够假的啦，卖多啊假啦。你安尼哦，调查这十几年哦，调查袂出来，嘛是我上家己调查出来。邱阿四啊，你今天是存心把我漏气是不是？那我也不用对你客气了。我知道你今天心情非常的无助。我现在无助啥？坦白讲，你敢否认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嫂子没有心存非分之想吗？哎呦，你们干嘛说什么都要扯到我头上来呢？要嫌大家嫌嘛，谁怕谁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一直老谋深算了，总以为你住在他的隔壁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，确定你逃不出他的魔掌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爱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你。一肚子大便无处发泄，陷入到我的头上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，邱先生？我听你咧放屁咧！我今仔是诚心诚意哦，要来跟两个恭喜的啦。哦，诚心诚意来恭喜人家，那贺礼呢？这是我一点小意思，两位请笑纳。宋叔，谢谢你啊！你要记得礼拜天早点来喝我妈跟艾叔叔的喜酒啊。那一定的啦！红包呢？我还不拿出来？你要干嘛呢？那我当然要你们啤酒的时候才包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今天没有把诚意带来啊。我好了好了好了，两位说话别这么冲来冲去的。二位的祝贺呢，我都收到了。我跟翠翠呢，谢谢二位。今仔袂歹，昨我咧徛几工吼，腰还足酸的，我着麻烦杨阿姨吼帮我顾搭。今仔生理袂歹咧，啊肉粽卖啊差不多啊，我想讲搁倒转来掼一寡肉粽来卖啊。哎呀，你歇睏啦，我来掼了啦，你小坐坐。啊，阿爸，怎哦减恁淡薄啊？阿爸，你今仔要创啥货？
还是办无啊？你也要管？无啦，是烦恼你的身体啊！啊，今才坐会啊吼，饮啊坐泡歹身体啦。阿爸心情无好啦，你倒去饮嘛。心情无好，是安怎的？你莫大骗，让你老公。我倒位心情歹，我咧摆倒去。你都敢讲无？阿爸吼去舅妈妈遐转啊，因着臭臭啊，这四界咧找酒啉啦。阿爸，啊你真是为着干妈的代志，你啊心情不足哟。干妈即摆有找一个伴弟的，你应该替欢喜才对啊。就是，阿姊，你搭阿爸放一下啦，我咧赶肉粽。我无心情歹，我是看到我三哥爱将军哦。两个人会当斗阵哦，做一个老婆，实在是真好。看到因两个哦，想到我家己，自少年到今嘛娶三个哦，当然快娶，嘛是还佫一个，连一个伴都无。阿爸，毋是因无要陪你啦，啊因就已经过身啊。啊，我今嘛，佫有一个叫阿姨啊。莫讲伊啦，我毋捌这个人。我这世人哦，为伫咧别人的面头前哦，这头无都当打起来哦，都全是伊造成的啦。阿爸，阿爸十几年啊，你可无法度原谅伊哦。无法度啦，这世人我永远都无法度通原谅伊啦。啊，若假使讲有一天你路恁无拄会去拄到，你会甲拍招呼无？我会啦，我唔来甲伊拍招呼啦，我阁会甲拍嘴尾啦。你袂真想咧做人吼？好啦，莫阁讲这个。其实我也真冤枉哦，伊日子会当过啊较好。我怎讲？以前我两个是阿婆。袂煞哦，咱莫买啊啦，紧转来啦，莫遮辛苦啦。吼，我知影。呀，你住厝歇睏，我赶来去咯。嗯，爸，迄大腹肚有身的人吼，都安尼加行路运动较好呢。安尼嘛好，啊无我陪你来去。啊，我先走，来看迄个杨玉环哦，到底哦肉粽是安怎卖啦？谢谢，祝你中第一特奖哈！谢，很好吃嘞，谢。爱国奖券，小胖子，爱国奖券哈！先生啊，给自己一个希望，谢谢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卖棒糖很好吃的，货真价实的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爱国奖券，哎，拜托，别骗我哦！啊，你目睭怎么是咧看到位啊？搁结甲大蕊，你今仔目睭去漏着了？啊，叫我送啊，卖棒糖哟，卖几粒啦？我那是要拢总甲你买啦，看你面这么臭，嘿，袂用买啊啦，无胃口啊啦。哎，卖买了卖买了，吃个稀罕啦。哎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哎呦，你怎么搞的？你跑来，我客人都跑走了啦。先生啊，来买我的霸掌哦。哎，拜托你做生意的就计较这条声嘛。哎，我这样招揽生意有什么不对啊？我甲你讲，阮家霸掌本来就真赞啦，伊无买哦，家己损失啦。你免哦，安尼个计较遐尼奶啦。什么奶什么啊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哦，你吃醋啦！阿爸，你点点啦，无你的代志啦。哦。哎呦，我这个样子啊，不是想说多卖几个巴掌嘛？他弄来我会看得上眼吗？这种醋你也要吃？我会吃醋？哎，拜托你哦，你了做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是杨玉环的，不是那唐明皇的杨贵妃呢？哎，你安那？杨阿姨啊，我阿爸吼，伊这个人最爱讲讲酸笑的啦。爱讲话吼，拢无反应啦，莫家想遐济，不要计较哈。阿爸，杨阿姨给咱倒卖肉粽，真辛苦呢。咱云南吼，再来咱找食暗顿。对，啊，那是你讲的，我无讲哦。哎，好啦好啦，今天让我亲自下厨。好，安尼就好。阿爸，你去等一杯菜，给你转。我来。你先等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我陪你去哈。好好好。放手啦！哎呦，咱两个家家百几岁啊，你唔惊人看到了啦？哎呦！搞清楚哎，你像带我家漂漂亮亮的女人上架，是你修来的福气，你懂不懂？我的棒球，哎，
哎，好，我要搞的不是你关心的。哎，你给我闭嘴啊！我都没有嫌你头发白，你还嫌我啊？我头毛白。走了。陛下，你看杨阿姨跟阿爸，会不会最后又跟我妈跟艾将军一样，又配成一对了？感情的代志吼，就顺其自然了。来，妈妈。莎莎，姨，那今晚再回来啊？我早干的啦。爸，阿爸，哎，回来。哎呦，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恁不是讲要请杨阿姨要来厝里吃饭，啊，这是恁安排，啊，结果恁两个走法无坏人啊，啊是去倒啦？无啦，阿爸，我跟陛下今天哈在外头碰到一个老朋友了。那他就硬拉我们回家聊聊天叙叙旧，所以看我在等啊。哎，那你们吃过饭了没有啊？阿伟啦，要未吃哦，阿姐嘛我未吃，啊你的什么朋友啦？啊拖恁两个去因家，啊搁拖到这么晚，啊搁无请你一顿，有够放松的有影。这款朋友你也莫交啊。阿囡啊，我老公在喝恁啊，我来请啊。好好好，阿囡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刘华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你娘阿姨哦，那台湾棍哦，画到画嘞，哦，画到画赞嘞呢。娘，我啊，不止拳滑得好，我酒量还一级棒啊。啊，这有命，这有命，这有命。我若较早认识你哦，嘿，我就省足点钱啊。什么省足点钱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讲哦，我若较早认识你啦，我就比如我逐工哦，招你来阮家啊，啊，饮酒啊，画棍啊，免去占酒家开冤枉钱啊。哎，什么？你当我是酒家女啊？这啦这啦，卖收。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但你个水当当啦，带遐七粒查某，搭一个甲你比的，你会使讲哦是九国之花呢？哎呀，你要死啦！哎，我可是良家妇女，你把我跟那些酒家女比啊，你我不要来找我啦！哼！杨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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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你爸爸跟我道歉呐！阿放，无啦，你这查某，啊你嘛够度量的，啊我。啊、你就知道哦，啊，我跟你开玩笑不行哦。哈，你又开这种油水比喻的玩笑啊！哼，爸，爸，今天人家回来啦，办婚事嘞啦，啊，你讲的是啥嘛？是啊，爸，你把人家比喻成酒家女太过分了，爹娘要道歉。我你过分了，爹妈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查某囝哦，拜丈夫嘛，会春会久啦哦，婚事嘛，啊，我。哎，哎呦啦！我看看，我们先看看阿爸的反应，然后再决定跟他说。阿姐啊，有什么代志？哎呀，哎呀嘞，你今日找这么大地哦，我跟你讲嘞，今天是阮查某囝跟阮囝婿哦，叫我把你找回来，要无我连插都无爱插你。你实在有影性格遐尼戆，啊，你都明明知讲哦，我是咧跟你开玩笑的呀。我不管啊，你要当着他们面啊，跟我道歉。我。哎，查某啊，我即摆是予你面子，我让你三分嘞，哎，算有算嘞，软头青骨啊！好，那我走。杨阿姨啊，我代替我阿爸哦，跟你道歉呐。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刚刚讲差不多，啊，是不过你嘛唔忍啦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喝就喝，谁怕谁？我先倒酒啦，好。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好好好，你要我，睡着。那我赢了吧？你带你再啉啦，陛下有话跟你说。哦，好，有代志哦，你讲。我见阿爸，你先跟杨阿姨饮酒，等恁饮煞，杨阿姨断了，咱再来讲。好好，为什么要等我回去再说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心里面当我是个外人是不是？好啦。没有关系，我走好了，我不妨碍你们开家庭会议。哎，不，别生气啦。哎呀，有影，咱杨阿姨也不是外行，啊，咱无紧啦，你有啥物代志做，你讲，啊，咱哪吃饭哪开讲啦，吼，讲啦，讲啦，讲啦，来。你来讲啦。哎呀，恁两个是安怎啦？哪会变到这么古毛啦？啥物代志讲啦？不啦，阿爸，是安尼啦。我今天哈跟碧霞在外面碰到一个老朋友了，是丽菊阿姨。
菊阿姨。丽菊阿姨是谁啊？我唔知哩，来饮酒。啊，丽菊阿姨，有人看无？伊甲阿晴吼，还佫一个囡仔，因一家口啊，住一间破厝的。嗯，安尼算个还佫袂歹啦。我听说讲伫外口咧做汽车咧。阿晴吼，伊佫着肝病，即摆住伊伫，毋知佫能冻偌久。这叫做西欧啦。丽菊阿姨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把你阿爸气成这个样子？是一个王昏过去的，用我最想的找我。阿爸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很可怜的，很凄凉啊。丽菊阿姨哦，即摆你都不听嗽，囡仔搁在读书，即摆大厝搁要让拆，阿妈要住倒去搁唔知咧。哎呦，这么可怜呐！是啊，阿爸，所以。我跟碧霞有点怕生了，想说如果阿晨真的走了，我们想把他们母子接到家里来暂时住一阵子，这样至少他们有个安身之处。我也没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？啊，你刚没有听碧霞说，人家老公赶紧快死了，多可怜啊，母子没有地方住哎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你有同情心，好啊，阿婆你去帮伊啊。好啊，我帮就帮啊！哎，不过我家没有地方住哎。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把屋子啊接到这里来，你要多少租金我来付。你实在有影有够鸡婆的。我就是那么鸡婆，怎么样啊？哎，碧霞，别理他。我告诉你，你明天把那什么丽菊阿姨哦给接回来这里。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我们说来说去，这丽菊阿姨到底是谁啊？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阿姨，不瞒您说，丽菊阿姨是碧霞跟碧云的后娘，也就是我阿爸的第三个老婆。秀哥啊，这她曾经是你的老婆啊？是一个我做乌龟，搞不掉人渣。嗯，今嘛落魄啊，要回来找老主顾。免做你孝顺啦！阿爸，别老讲啦！是啦是啦，我看哦，这把那个什么丽菊阿姨接回来啊，真的是不方便呐。我下面不方便呐。哎，这他跟你爸爸以前曾经是夫妻啊。可是因曾经是夫妻，所以今嘛明见死不救啊。哎呦，不是说什么见死不救啦，我又不是不救。这不过，这万一把他接回来的话，他跟你爸爸又旧情复燃，再续前缘呢。没啦，哎，那很难说啊。这万一他们又再续前缘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不行哦，我不答应把他接回来哦。一片天都有一朵云，每一颗心都有一种情。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阿爸哦是无可能让丽娇阿姨吼搬转来住。不过，以目前这种情况来看，能够帮助丽菊阿姨度过这个困境的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试看卖啦，还抱一点点希望，因为阿爸吼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啊，伊可能带念讲伊甲丽娇阿姨也过去一段情，无的确也来接受，安那会知道？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怪阿爸了。你想想看，当年那件事情，让阿爸在这个街坊邻居中间，是不是皱过眉头？试看卖啊！啊，这款病哦，就是富贵病啊，一定爱开钱的啊。我在想，
以我们现在这种能力，万一真的阿成走了，我们也只能让他们母子跟着我们过苦日子。爹，哎，你天天跟谁阿伯困哦？阿爸，阿弟阿伯困哦？阿伯啦，阿爸坐，你别紧张。这是阿爸，起码不会留落去老本。这我较早少年时阵拍的，我是讲吼，挂伫个身躯的吼，金光闪闪，较臭皮。啊，当挂遮久啊，已经有感情啊，我唔感觉袂啦。因为我今仔日吼，看这个情形吼，无买是袂。嗨，你甲提起金仔店，甲切做七十七哦，落去卖，阿爸咪来用。上重要，就是阿生的病哦，先甲看好较要紧。阿爸，这道破脸对你这么侪年啊，已经有感情啊，我哪会甘家提起袂掉啦？啊，等下卡叔讲我若需要时阵哦，我才甲你开嘴，你就会留落来啦。唉，但即摆厝的什么情形，我看会出来。你唔免甲我安慰。搁再讲，当爱将军甲我上，两个要结婚啦，咱嘛需要包红包啦。啊！这红包都要包到大包，唔通失人个哩。虽然讲咱即摆艰苦，要过日子，也不过咱应该替别人做，一项咱都袂使漏交去，知影？提起来。阿爸，我就知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你绝对吼。袂讲无要插袂叫阿姨因啊！丽菊阿姨，怎么？那是阿姨，叔叔。你来啊！我们找些老朋友来给您看。实在真真歹势，啊，阮真歹搁请你浪费。好啊，代志已经过去这么久，大家免遐尼轻松。营运吼有困难，互相斗相共是应该。搁再讲，大家搁是实在这么久的朋友。阿母，这位阿伯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伊失明啊，伊是阿姨阿爸。那呢？我应该安怎称呼伊啊？你叫我阿伯就行了。阿伯，乖乖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后生也才大了。请坐啦。没有。真歹势，家己来看我。唔通安尼讲，搁再讲哦，我唔是顾老板，我今摆唔是头家啊。子明啊，来，你一定还没吃早点对不对？这外头有卖烧饼油条的，你家己去吃哈。去啦。来，别急，别急，乖哈。谢谢叔叔。我是想说，小孩子不在，让光伟看红辫子店吧。顾老板，等到你，实在是真对不起你啊。好啊，好啊，但代志已经过去这么久，讲这是要创啥？那是你大人大量啦，你无甲阮计较。不过迄个时阵啊。可是是我甲内局的唔对啦，我内局，你扶我起来。
不行，你还是别唱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阿四，你来做什么？你回来啦！阿你是做啥？你回来。来看我，阿妈，你要走之前哦，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在你的面头前，阿家己回实的，让你认唔着。我不但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而且你带累着内疚，注意对我到今嘛，也莫过我一天的好日子。来，别，别。紧紧来，来叫伊啊！阿星，你是病人，你莫推啊，哈尔啊，喘不气。来，阿星，别。阿星，有闲哦，倒来才讲。阿你用伤害，为着要用哦，你哪里做无唔对？阿星，假使讲你老认定你是一个查某囝，来嫁做嫁的。当初你要带那个离开的时阵，你有答应？你要找一个真固定的头路，要来照顾你个。你有答应你个，你就要做会到，好好照顾你的母亲。你比我较少年，我头下讲唔敢要回去，你那才比我较早，对不对？阿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亲眼手来看你后生出名，娶某生囝。然后，恁婆孙来恁家，跟阮开讲，讲到北京去啊，哈！是啊，阿星啊，你看，我都已经是半个人了，可是我对我的健康从来就没有放弃过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一定还会再站起来的。所以，你要跟我一样要好起来，我们还要重新来过的。我们应该好好计划一下未来的生活。我可以做你的参谋，哎，你千万不要灰心啊。对了，陛下，赶快把猪肝汤趁热倒给阿成喝啊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对对对，那么懂，那么懂。你心里怕怕一点，多谢你的关心。阿相叔，我还有朋友在，阿先阿相叔，你别烦恼，我会替你办。
免，真是免。我问伊个讲麻烦你了，我我心肝内会真歹过。大哥，你唔难我安尼讲啊。阿莲乖，去房去甲恁阿爸物件遐轻轻的，整理理的，吼，乖。这么多年啊，是安怎你的个性一点仔都无改变？你明明知影讲无法度通解决的代志，还阁死啊硬去催逼。顾老板，这么多年，我甲阿信心肝内拢一直在感激。我实在是欠你伤多，我袂用个讲麻烦你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迄拢是以前的代志，莫阁提起啊。是啦，碧霞阿姨啊，阮阿爸已经答应啊，说要我让碧霞接你们母子回家去住。袂用个，我想安尼无方便啊。这拢有啥物无方便啊？即摆厝的除了我以外，还阁两个阿仔某，还阁八婚，伊也无别人啊，大拢是一家人嘛。是啦，丽娇阿姨，我知你的个性真坚强，真无人甲你斗相共。也毋过，你总免目睭金金，看明底底有一顿无一顿，啊四界流浪啊。对啊，你会使讲吼，是以前我阿妈某做袂成啊，做一下好朋友也是会用的啊。我拜托，你莫遮尔固执好唔好？车暂时还阁会用个住，啊，若是等到车是袂用个住的时阵哦，我才甲阿明参详，迄个时阵才讲啦，哦。哎，不是说好一块去喝喜酒的吗？怎么秋哥跟碧霞他们跑到哪儿去了？杨阿姨，我哪讲哦，你莫假错。他是不是去找他以前的第三个老婆？碧菊阿姨哦，早就不是我阿爸的某啊。但你爸有没有说要把他给接回来呢？来来，卡细点，卡细点，等一下，哎，哦。爸，你等来啊，你家己问伊嘛。好，来，哦，哎，我来，我来请，我来请，哦。哎，杨阿姨。哎。杨玉环啊。啊。你来啦，我泡着你啉啦，才坐啦，你在看啥？我看你要把老婆给带回来啊。老婆，是像个老婆啦。哼，你少装啦！坦白跟我说啊，你是不是有意思啊，把你接回来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我马上就走。杨阿姨，不要这么激动嘛。哎呀，好了啦，有何？你不知道这俗语说得好，这一山啊不能藏二虎，这一屋啊不能藏二妻，这有他呢就不能有我，这有我就不能有他。哎，大爷大爷，你讲这一屋藏二妻，啊这二妻是啥人啊？当然是。每一片天都有一朵云，每一颗心都有一种。你讲这一屋藏二妻，啊，这二妻是啥人啊？当然是。哎，好了啦，秋哥啊，如果对你的心意啊你不接受，那就算了，没有关系，反正啊还有宋主任在等着我呢，到时候我就闭着眼睛啊嫁给他就算了，再见。杨阿姨。杨阿姨。对不啦？对不啦？我要给你好等，好等。有影啊，害你当在搞笑人。阿爸，去换衫啦。啊？换衫？什么东？要来啉干妈跟爱将军的喜酒啊！哎呦，我煞叫袂记，会记你一项，袂记你这项。唉，还是讲人生也是同款，安尼变化多端，相思啦、喜事啦，斗阵来。一边是咧欢喜，一边是咧烦恼，都哪敢咧搬戏？有哭，搁有笑。人生就敢若一出戏啊，有悲也有喜。阿爸，今日换衫啦，咱来生活搞吼，对干妈因歹势啦。好啦。裴将军啊，你今天啊要好好同我喝几杯。当初如果不是我把嫂子让给你的话，嘿嘿，今天新郎是换人桌啊。宋主任，哎，你这么说，邱县这么说，
意思好像是我承蒙你两位相让，我才能够娶到她了。哎，我不关这个姓舅的讲什么。哎，我真的是把嫂子给放弃掉啊，这是实话，不然你问他，子女有没有对我行动过啊？宋主任啊，这个老朋友开句玩笑话，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马不知脸长啊？就是这老朋友就不计较这句话了。宋主任，好好的照顾人家，不要冷落人家了。小平花，哎呀，我心情不好了，你别烦我。哎，将军，老三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哎，将军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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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这边惹小梅花生气啊？你还在意哦？啊，无你输得也好，再问你小梅花了，哦。小梅花，等下吃完喜酒以后，你慢慢告诉我，他怎么欺负你的？哎，将军啊，哎，拍摄哦，我奶奶较晚了，啊，有耽误你吃饭的时间不？没有，我们还在等一个人。啊，等谁啊？妈。国秀，找到金生了没有？您这两个小姐好好来分了，先请您坐。我不是点这两个陪我饮酒啦，我点白兰，白兰的叫伊死去啦，这两个甲死死出去啦，出去啦！哎呦，是什么歹情？为何搞这么深啊？白兰啊，我叫你知影见笑，唔敢见我面个。我等要才上班，啥闹钟我都陪啥，哪着面？是讲伊也大少爷。你今仔日竟然唔留第八百无？那若无昨日介绍的时阵，是真闹鬼哦！恁爸钱啊，钱在吃，陪我饮酒。真歹势，我即摆已经起见啦，你这个钱就要包我出场哦！我另外甲你介绍较熟的小姐哈。我甲你讲，我叫你陪我来，陪我，去，家转来。放酒，你放酒你无听啊？恁爸卖保险喏，你个像啊！作恶多端的叶金星，连伊的老母也煞叫拖累着。碧云为了替金星来赎罪，煞落爱剃头出家。天公伯啊，敢忍心折磨这好人一世人呢？明仔载晚八点，台湾演艺有感人肺腑、赚人热泪的好戏，敬请合家观赏。台湾演艺。淡薄阮的爱，一生只要来爱一摆，阮也甘愿忍受着伤害。为情分分分东西，心内的痛苦你甘知？甘讲是阮不应该，阮不应该甲你来相识。无奈，阮爱你爱一摆。